就这种，那种没有啊？那种也有。那不是这还这不疼吗？大家？疼了自己就鼓捣鼓捣是吧？一会儿你这大脚趾头和二脚趾头得包上啊。包上消炎块，明天就自然就好了。不包的话，你这创扎肉创口往大脚趾头啊。取甲沟炎是无痛的啊。哎呀哎呀呀呀！看我刚说完无痛，你就喊。刚说完无痛你就喊。我这是准备要那啥的呀。看看出来了。你多大啊？你多大？我嗯，十六岁啊。这个对这个脚趾头比较敏感，但是确实是无痛啊。我要是什么老年人的话也不错呀。还行，夏天啊，那么用力了，不干了现在。